这个洞就是人家穿越这里上新闻的。向右转，朝203县道前进，然后向右转。公路比较高嘞，公路比较漂亮。
你看，那个也是一样，全部都是一颗一颗这样突出来的。然后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还有那个柱状玄武岩，那个地方一根一根，可是要从另外一边，从另外一边那个往这边看。一个黑糖，一个红豆，一个红豆糕，一个假黑糖的红豆，红豆，这些。嗯，为禁烟班机，为了安全，请勿在化妆室内吸烟。